恩典365，365天，我们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和神的恩典里面。我们分享到，在列王记下圣经里面，列王记下第18章开始介绍的一位很特别的犹大国的君王西西家。在西西家的身上，大家对他印象最深刻的事情，就是他曾经面对一个非常强大的敌人，就是亚述国。那个亚述国就是把他的邻国、把北国他的兄弟之邦给灭亡的亚述。结果亚述现在呢，挥军直下要来攻打他，他根本打不过。从环境的评估，他打不过，但是他来到神面前求神，神在一夜之间派一个天使进到亚述的营中，所有的敌人没有了。哇，这是多么超自然的一件事情啊！在人类历史上面，也很少看到神这样直接介入，派天使去做，然后呢，完成了一个不可能的任务。在谁的时候？在西西家的时候。你觉得说，哇哦，我们也会遇到很大的困难，我也多希望主啊，你虽然派个天使来帮我，可是为什么我们这样祷告半天不一定有天使出现？而在西西家的时代，真的有天使去做成了这一件不可能的任务。上帝这样恩待西西家，总有一个道理吧？那个道理是什么呢？我读给你听，圣经上说，西西家倚靠耶和华以色列的神，在他前后的犹大诸王当中，没有一个人比得上他的。他之前没有一个国王像他这样，之后也再也没有像他这样的。什么样呢？倚靠神。上帝为什么这样全力的力挺西西家？他祷告，神，你做不到是不是？不要紧，我来，天使去替他做成。神为什么这样力挺他，这样爱他，这样垂听他的祷告，这样全力的支持他？因为他全心的依靠神，全心依靠神。求主恩待我们。如果你期待我也可以这样经历神，在我的人生当中，每一次遇到困难的时候，我都可以这样真实的经验神成为我的帮助，不是说说道理，不是一种精神的寄托，而是神真真实实在我的生命当中成为我的帮助。神的确是这样一位神，但是关键在我是不是好像西西家这样一位全心倚靠神。我倚靠神，而且是全心全意的倚靠神。你不能够一边想要靠神，另外一边还在想，那我有没有什么别的方法？求主恩待我们。我再说，神没有改变，他是全能的神，在他没有难成的事。但是为什么西西家可以这样经历神的大能，而我们好像很多时候我们觉得主是真的吗？主怎么好像有听我祷告吗？没有吗？关键在全心倚靠神。除他以外，别无拯救，就是他了。奉主的名祝福你，全心倚靠神，你就全能经历他的全能、全力，成为你的帮助者。真正甜蜜，只有辛苦主的话，只有甜甜主的应允，辛苦主福气无限。耶稣耶稣真正痛苦，做做事已经证明。耶稣耶稣宝贵耶稣。愿我信心那坚定，信靠耶稣真正福气，神已救阮真安乐。我深信耶稣基督，已拯救我脱罪恶。耶稣耶稣真正痛苦，做事已经证明。耶稣，耶稣，宝贵耶稣，愿我信心那坚定。耶稣，耶稣，真正通好，最最事已经证明。耶稣，耶稣，宝贵耶稣，愿我信心那。